其实说句实话，因为这个戏，说句实话，对我来讲，因为我每天都在现场，每天在现场也会处理很多的问题。其实他们的拍的中的很多场戏，说句实话，我都是很清楚的。哎，这个不热了。去那儿烤个火。是，拿着那个椅子去。好的呀。我觉得记忆很深刻的是，还是那个竹林里面他们淋雨的那场戏。我印象很深刻，那时候天气也很冷。好，跳，当，那就飞开了。哦，走不走？清醒了，站站。来，那个了，来，那个这个是。我们当时要了两台洒水车，从两边，是消防车的类似那种。天上很冷的天，下着那种很冰凉的雨。用手放来看看。摇一摇。啊？怎么？出来啊！你们摔吧。有。下午给导演要看的。还有吗？看出来。来，下起来看一下。那里的前面。哦啊，那我知道了。来，那个。上半身就够了，上半身够了吧？我再从那儿往上，上半身就够了。跪着，然后一看，对，差不多了，他背看着，好，然后看吧，头也是湿的哈，脸也是湿的哈，整个都已经湿的哈。下面以后都就这一张。大概应该是冬天，是肯定是冬天，应该是二月份吧。本来导演是说你可以不必淋雨的，也有必要给你打伞。他为了演好，录，全部录。变过去就 OK。录了。二一，开始，拐到脚。不断的淋雨，你看他要跪下来。一开始那个碧瑶是撑着伞过来走过来的嘛。